有部分的照片是事实吗？比方说师尊很 muscle 的这样子的金刚像的，对不对？出去游玩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很正常的嘛，对不对？可是被他们这样子去用一个好像特别的角度去把它放在一起，然后这样子其他弟子都不见了，变成好像只有跟这个女生在一起。其实这个就是媒体的做法。这是我的光荣啊！这是我的光荣，因为我年纪也不小，对不对？还有美女站在旁边的话，那不是很光荣的一件事吗？这没有什么错啊！哇，师尊，您这样回答哦，很多的这个宗派的一些人哦，他们会觉得说，哇，我们师尊难道他的这个逻辑跟一般的修行人是不一样吗？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其实师尊，所以我觉得说，媒体的报道是很寻常的事情。嗯哼，我记得这种报道并不是一次，可是很多次，很多次，哎，而且是一个题目，他会报道很久。嗯哼，有时候他们会，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题材。嗯哼，如果报道这样子的话，这个杂志啊、报纸啊，它的销路都会好。哎，对。他那一集呢，很多人去买，因为我们弟子都在哭，对不对？你看刚哭成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很怕说别人看到了师尊的那个 muscle 的样子，其实师尊很光荣哎，就大家拼命的买，像我一个人就买了20本，真是原来就是像 muscle 来讲起来，我确实是有 muscle 啊。对，我们终于知道了，感谢杂志，对不对？嗯哼，有时候我也要比几个 muscle 的姿势啊，像这样子啊，比一下这样子的 muscle 的姿势啊，因为真的是。你本来就有 muscle， 一下嗯，所以这个我个人很喜欢游泳啊，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一种健身的一个运动。我个人很喜欢游泳啊，但是我听说，这个出家的戒律里面啊，是不可以的。对，我当初也不知道说，因为释迦牟尼佛定那些戒律，他那时候大概还没有游泳吧，对不对？他没有把游泳写进去啊，所以我认为释迦牟尼佛既然没有定这个戒律，我当然是可以游泳啊。但是好像有一条是这样子，你不能把自己的身体露出几分之几。让人家这样子，让人家看到是这样子的。这是佛陀在世之后，还是就是说现在？大概是最近的吧。最近的。佛陀那时候我也没有看过哪一本经典说佛陀下去游泳啊。所以这个情况呢，其实师尊是很多是自然而然，对不对？那刚刚讲说媒体，我们记得在那个香港也是同样的情形，那时候把师尊弄得好像是很多钞票当封面啊，然后还有劳斯莱斯车，很光荣的整个杂志的封面，封面就是我，对，封面就是我本人，那么上面空中飘下来都是钞票。都是钞票，对，这一手抱的是劳斯莱斯，这一手也是劳斯莱斯啊。哇，这个封面设计的看起来真的是，人家就说哇，这是出家人吗？一般人啦，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被刚刚所谓最近的这个佛教的戒律的认知里头就说，然后再加上媒体，他们看到我们假如有很大的这种法会的感恩宴，就说我们一桌一桌的都在吃肉啊。吃荤呐、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这个下手下笔的这个一个琢磨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这个部分您是不是早就习惯了？这个密教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密教它对于这个荤素观念跟一般显教的观念是不同。像我们密教来讲起来，根本就没有分别，什么是荤，什么是素。我们最主要讲的所谓素是心素，心要素，而不是外表面上的素，表面上的素、心要素，也就是你出口的时候不讲粗话，是不骂人，
那么戒律呢，杀盗淫妄酒，这五戒你要守。所以在我们密教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样的，是。但是我们密教本身来讲，它为什么是不分别的吃，主要呢，它可以把这个你吃的东西超度了。是。所以我们先念咒，先持咒，先把你要吃的这个东西把它超度了。然后你又做供养。它很多的意义在里面的，我们当一个吃就是修行，是吃本身就是供养，供养自己跟供养活菩萨。是第二个，你必须要呢，把这个你吃的东西超度，超度了，像持咒啦，这个吹一口气的都是超度。哦，吹一口气。哎，吹一口气都是超度。念 Om Ah Hum 就是供养。那这个是不是也是需要有这个先皈依以后，他才能吹一口气可以超度？还是说一般人现在看？当然，我们平时就念了很多的超度的咒。是。临时的时候要吃的时候吹一口气，就是把他的神识，也就是一般来讲就是灵魂，给他送上了西方的净土。哦，所以媒体看到我们这样子吃肉啊、吃荤啊，他们并不知道其实我们吹口气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而且我们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吃、来供养哈。所以这就是大家没有办法更深一层的去了解。不过没有关系，今天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专访，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师尊莲生活佛他是这么样子的一个自然啊，他是非常的这个。随意大家给我吃什么，其实我都没有犯了五戒，但是我就是随弟子的供养，然后我很真的是可以保证把这些饮食都把它超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你看到我们有200桌、500桌，大家拼命很欢喜的在这个饮食啊。好，我们今天呢谈到这个媒体的部分呢，其实后来呢我们师尊还有更伟大的他的一种见解，是我本人可以做见证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师尊曾经说没有人能够伤害师尊。为什么呢？我们留了下一集我们再来请示师尊。谢谢师尊。谢谢。